停不下，风卷走了满天的落叶。李宁，你体操史上罕见的满分十分，赢得金牌，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。或许你也听过，但说话低沉或嘶哑，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，请别害怕。什么？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？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算一阵风一片叶，一个眼神的触碰。